接个电话啊。你接。喂，老公，你到了呀？我在二楼呢。好，我上来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往哪儿去，我就往哪儿去。你听好了，我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人，我也不会挽留你。你今天要是再走一步，你走一步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就算你回来求着我，我也不要你了。何志俊。夏姐姐，我未婚夫来接我来了，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何志俊。抱歉，来晚了。你好，我是何志俊。夏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这儿眼睛有过敏，不好意思，玲珑小姐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浅浅，浅浅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浅浅，你来啦。浅浅，你坐那儿啊？你没事吧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嗯，舒服多了。慢点慢点，双双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你再帮我想想啊。你说何志俊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得绝症了？他就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出事了，真出事了！哎呀，你不是不是不是，要不然我觉得，就像咱俩说的那样啊，就是当时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和时间，他气走的。他要想解释，他早就解释了，不是？不是，算了，你忘了他吧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爱。他值得。何志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他真的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发誓，何俊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我太清楚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当时回头看着我的，他看我了，他想说话的，就是我当时没有给他时间啊，然后他就走了，他会回来的。但是双双，我当时，我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？我跟他说，如果他回来，我就不要他了，不要他了，咱不要他了，想要他呀，对呀，不要
他吗？我要，别想他，我要。大姐，你干嘛呀？你不会觉得我会因为何日俊喝醉吧？我啊，只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们俩再遇上会是这样的场景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也太巧了，你说会不会是柠檬故意安排的？可能吧，我感觉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儿。那何日俊见到你什么反应？他不会也不知道吧？利和资本这次能拿到林总3%的股份，秦总监功不可没啊！啊，对，忘了，现在应该叫你秦副总了。6年前我把你送到长盛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。以你的能力，一定会坐上这个位置的。这少不了徐总帮忙。哎呀，利和资本最后能不能收购长盛，就看秦总的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默默，怎么了？又惹你哥生气了？也不像话，你先到我办公室，我待会回来。待会见。抱歉，薛总，盛家您的妹妹有事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真没想到啊，你跟盛家两兄妹相处得还挺好。赫伯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，可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干嘛给我转钱啊？咱们俩把这钱凑凑，还给柠檬。这单咱不接了。双双，我跟你说的真不至于，我现在有钱。你别跟我说你有钱，我都打听了，你把你自己车都卖了。钱是要赚，但没必要这么委屈你自己吧。而且再说了，不管怎样，我也可以养你。笑什么？真的，谢谢。咱俩之间别说这个，你别有太大负担。我没有负担，我是真的想把这单接下来。我真的不是因为钱，我是因为何志俊逃婚才立志要改变。在那么难的情况下，我逼着自己开公司。这么多年我们付出了很多，我们什么单子都接，才有了现在的侃侃而谈。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。那凭什么何志俊一出现我们就要放弃订单呀？而且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。不重要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是最清楚最了解何志俊离开你以后你有多痛苦的那个人。你都变得不像你自己了，你每天为了不想他你就埋头苦干，就疯狂工作。我不想你再变成那样了。现在何志俊回来了，我特别怕你又变回原来那样。双双，就是因为何志俊回来了，我今天见到他了，我真的明白了。2年，人家也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两个人在对方的世界里已经不重要了。确实啊，我呢，帮前男友去谈婚礼档期这件事很狗血，那能怎么办呀？狗血的事情就是出现了，你得解决吧。如果我现在毁约，我不接这个单子，那不显得我跟忘不了他一样？所以这件事情必须拿下，我们必须接，还要接得很漂亮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你给我喝一个，我们俩一起加油。
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啊？嗯，当然是想贺伯哥啊。想我？你忙着谈恋爱，哪有时间想我呀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贺伯哥的双眼呀。贺伯哥，我要结婚了，就在长盛酒店。你哥不是不赞成你这么早结婚吗？你这么快就说服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哥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呀？我呢，偷偷找了一个砍价师，把档期给抬起来了，明天就签合同。原来那砍价师是你找的？嗯。你哥要知道肯定气炸毛了。我知道，所以到时候就拜托贺伯哥帮我多说好话了。贺伯哥。行行行，我知道知道。贺伯哥，你最好了。来，你坐着。你呢，有时间就多跟你哥谈一谈，他并不是不讲道理，他是太在意你了，怕你受委屈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找时间好跟他聊一下。对，我差点忘了。什么呀？恭喜贺伯哥升职快乐。又乱花钱了？没有，我知道贺伯哥不喜欢乱花钱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好看吗？嗯，真的亲手做的。真的，贺伯哥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贺伯哥喜欢就好。嗯，我现在回去了，志俊还在家等我呢。嗯，我走啦，贺伯哥再见。路上小心。嗯。我已经到长盛了。新源科技的负责人还没到，要不您先去会议室等一下吧。这样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夏浅。怎么了？能聊一下。何俊，我还有事，你有什么话直接说。我希望你能终止跟萌萌订单。这件事，你应该去找你的未婚妻，而不是来找我。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他。所以你是因为柠檬，才在我们的订婚宴上走的。跟他没关系。订婚那天，是我发觉我不爱你了，我没有办法勉强自己跟你在一起。订婚那天发现不爱我了，你发现倒是挺早的。夏浅，你别这样冷嘲热讽行吗？没有人规定一辈子只爱一个人。我认识了你这么长时间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还是个挺洒脱的人。我知道你最近需要钱，山卡里有10万。我希望你能放弃现在的工作，萌萌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。2年的时间没见不长吧？你忘了我夏浅是什么样的人了？我现在是穷，我是缺钱，但我不至于需要可怜到要你的钱。你放心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告诉柠檬我们之间的事情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我和你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过。封口费说好吧，我不需要。还有事吗？只要你能终止这次合作，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你，就算是我对你之前情感伤害的补偿。伤害补偿？你怎么补偿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而且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在我这早就翻篇了。
还有事吗？小千，这是我男朋友之俊。你好，我是何之俊。谢谢。你刚刚是不是听到我们俩说话了？我现在难受，真的不是因为我还喜欢他，是我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他离开我的真相。你知道他多过分吗？两年之前，我们俩的订婚宴，他跑了。他为什么会跑啊？这个问题我想了两年，我甚至幻想过，那他是不是得了绝症了，没有办法治疗，怕我伤心他会走。结果，现实就是现实，不喜欢了就是不喜欢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现在我也不在乎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跟你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，耽误你时间了。这手帕我也用了，明天我洗洗还给你。等一下，夏小姐，代理商已经到会议室了，您在哪儿啊？哦，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这边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先走了，谢谢啊，手帕明天给你。喂。喂，哥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跟你吃个饭，顺便聊一下。正好我有事情找你。那太好了，那一会儿晚一点见。哥，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。你先做饭，待会儿边吃边聊。太好吃了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坐下吧，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志俊，你快点进来，我哥做的特别多好吃的。哥，江宁哥。啊，还有一个菜，你们先坐。
我哥他就慢热，之后就好了。好，快坐下吧。嗯。哥，我之前就和你说过，志俊他特别的好，是他们诊所最优秀、最年轻的心理医生，而且他特别的温柔，特别的体贴，所有人都羡慕我，说我一次就能找到最合适自己的男人。萌萌，没那么夸张。我早点让你跟哥相处就好了，这样他就知道你有多好了。我吃饱了。你们吃吧。我哥做的鱼特别好吃，你再吃一块吧。吃呀。不送啊？要送。志俊，我哥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你今天别生气，没事儿。要是我呀，有这么可爱的妹妹，男朋友回家了，我也会不开心的。嗯，我送你一下楼吧。不用了，那我走了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一直冷着脸，人家志俊哪里不好了？夏浅是不是你请来拍狐狸当起的？你知道我不想让你这么早结婚，所以是想先斩后奏是吧？我就是想立刻跟他结婚嘛。你们才谈了多久？你了解他吗？我怎么不了解了呀？我从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他是我这辈子最想嫁给的男人，这是种直觉，你不懂。我看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我就是爱他，我就是想嫁给他，被冲昏了头脑，我也愿意。盛总。您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呀？我觉得何先生还挺爱柠檬小姐的。爱情能支撑多久？一个男人能不能守住他的婚姻，要看他是不是有责任心。何之俊能够在订婚宴上因为爱情甩掉他的未婚妻，那他以后也可以为了其他的爱情甩掉萌萌。这样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，让我怎么可以放心把萌萌交给他？嗯哼，也是。哦，那夏小姐这边的事情怎么办？她已经帮咱们把需要的单子都砍下来了，而且我约了她明天上午要签八号厅档期的合同。合同不能签了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有我的理由，不需要跟你解释。对了，这个是夏小姐帮长生看家，所以我得筹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的是五月份的婚礼档期。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。你这是出尔反尔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忙，如果你没什么事，请你离开。钱我会让安安打到你账户上。Thank you.
走。我刚才看夏小姐还在花园里面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这我也用了，我拿回去洗洗，明天还给你。天气这么热，应该不会中暑吧？今天有很热吗？38度。发现手帕破了一个小洞，擅作主张帮你修了一朵蓝心花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长势不错，听我的没错吧？是因为我有个叔叔，他是做园艺的。我之前学过了一些，别的花我真不行，但我也特别喜欢蓝杏花，所以了解的多一些。哎，你的手，你擦一下。蓝杏花的汁液有毒，你手上有伤口，你把这些位置擦一下，要不然皮肤很容易过敏。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？这纸你拿着吧，一会儿可以用。行，你忙吧，自己小心啊。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这申若宁太没有契约精神了。岂止是没有契约精神，简直就是背信忘义，出尔反尔。我们钱姐为了这个单子查了那么多资料，她一句话说不给就不给了。怎么办呀？安。怎么了？哎，夏小姐，我们盛总考量了一下您这边的情况，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方案，就是您放弃婚礼档期这件事儿，然后呢，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给您另外一个砍价的大项目，就是我们公司最近在团购一批汽车，您看您可以？不可以，也没兴趣。夏小姐，喂，喂。挂。太奇怪了，不是，那边说什么了？他居然说，作为交换要把一个团购车的单子交给我来做。买车？对啊。我们还从来没有接过买车的单子呢，那这个生意要是成了，那我们后面不就衣食无忧了？你掉钱眼里了？没出息呢，不能吃嗟来之食，我懂了，不能接。那怎么办呀？婚礼档期还要不要了？要，必须得要。这个档期本来就是盛哲宁答应给我的，那他现在出尔反尔不给我，那我自己去拿。怎么拿？不知道。吃个没数一样。如果
我们能够拿到五月份酒店档期的名单，是不是可以在里面找出有希望变更婚期的人？哦，那关键得先拿到这个名单啊，我们又不是间谍。我有个计划。今天是你们上班的第一天，试用期3个月，要想顺利留在长盛，就必须打起12分精神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好，各自工作。既然夏小姐已经签了字，那我就当你已经同意了婚礼档期的事儿就过去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合作愉快。嗯，哎，是您有什么顾虑吗？是？没有啊，这个合同都已经签好了，那我答应沈总的事情一定会尽力办到。嗯，还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先走了。你等一下。哎，我有一点点的疑惑啊，就是之前我感觉夏小姐并不是很想接团购车的案子，为什么就很突然呢？钱嘛，这谁不赚呢？嗯，而且人是需要变通的。长盛啊，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满意的酬劳。谢谢沈总。这是您的。最近呢，我的行程是比较满的，时间也不固定，那团购车的案子可能需要夏小姐随时。没问题，我24小时随叫随到。好，嗯，再见。已经签好了和盛哲宁团购车的合同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看一下与他交手过程中，我有没有机会去拿到五月份婚礼档期的名单。你们两个呢，汇报一下。哎呀，我刷了一天的网，完全没有时间打听什么消息。我现在连腰都直不起来。哎呀，我都后悔了。可不可以终止这个计划？不行，这当初提出这计划的时候，你不挺得意的吗？出尔反尔的，什么人？那谁想到当个卧底会那么累啊？我倒是有一个收获，我听负责宴会厅的同事说，这个长盛的婚礼档期的材料最后都会汇总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总经理盛哲宁，一个是副总经理叫秦什么博。很大的收获。盛哲宁从今天开始交给我，那个秦什么博的交给你们俩。喂，夏小姐，你现在来一趟长盛，我们要出一趟差。出什么差呀？大半夜的，疯了。沈总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不不不不不，我现在过去，30分钟，不用。20分钟马上赶到啊。点点啊，谢沈总。
沈总。嗯。嗯，没想到你也挺辛苦的，都这么晚了还去出差，还自己开车，你能安助理呢？我安排他去处理其他事情。嗯。哎，那个，你要是觉得太累了，我可以开。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。啊。沈总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长盛新开了一家商务酒店，这一次主要是为了安排酒店试营业的工作，顺便把团购车的案子解决了。还得一会儿呢，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一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我不累。房间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那你带他回去休息。夏小姐，我带您去休息吧。嗯，好。行李。谢谢了，安助理。客气了。哎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盛总在哪个房间呀？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性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
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，没有活该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，我买了糖果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，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，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别担心未来，你可以气急败坏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，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，你可以故意使坏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